的 AOE 兵种包括了白球跟巨象。那其实昨天瓜比也讲了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话，他说如果 DS 是一位就是操控很强，然后多线能力很强的话，就很有可能出核弹。所以我想 DS 刚刚出的核弹也是证明了他是一位很强的人类选手。但是这一边瓜比大部队飞过来了，这边有一颗核弹，后来取消了是不是？后来好像取消，有一个核弹。瓜比有听到，对，什么都没炸到，空包弹。那这个核弹既然没有发挥到效果的话呢，DS 这场比赛可能就没办法打下，因为人口数打下来很大的落差。瓜比仍然满保持了自己的200人口满人口。EMP 刚 EMP 有放纵，但是这边部队数量不足。有一把雷达，又打掉一个小眼睛。这场 DS 已经抓了非常多只的小眼睛了。牛胖罗，自然输了，GG。好，大家掌声为两位选手。